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！哎呀，街坊邻居们呀，上半年咱们小区成功的举行了夕阳红大型相亲类活动，非常的成功啊！据不完全的统计，有好感的有17、18对儿，互相加微信的有11、12对儿，结缘的有5、6对儿，结仇的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要搞这个大型相亲类活动，不过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整体年龄往下压，由夕阳黄昏组直接降到53克组。接下来呢，要上场的两位业主是我们本次活动重点推出的拳头产品。 你啥意思啊？你真有意思！哎，你开个相亲大会，你折腾我俩干什么？对呀，我什么叫我折腾你俩呀？我怎么折腾你俩了？你一天800个电话，还往我家门缝里塞传单。我那不是为了要提醒你俩吗？这有你这么提醒的，门都堵住了，我差点都没出来。哎，你是不是把复印的所有的传单都塞我家门缝里了？啊，我今天一开门，我差点栽跟头啊！你俩也太夸张。 哎，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去宣传你俩吗？我有你是，你是宣传的很到位，现在这一片都知道我俩剩下了。好，宣传的非常成功。来来来，二位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你们这个个人问题呀，是你们父母还有我的一块心病，我非常操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重点这次。 要把你们从53克组隆重的推出去。53克推出去啊？对呀。问斩呢？那脑袋都砍掉了，还相啥亲呢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，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，听见没？我可不是吓唬你俩，你俩要再不珍惜的话，你俩很有可能从53克组直接晋级到夕阳黄昏组。 谁呀？我的天哪！哎，就我这条件啊！我跟你说，就我这资质，我跟你说，就咱们小区，你说我能看上谁？哎，就我这条件，你说我们小区谁能看上我？哎，赵安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的气质，你看我这皮肤，你看我的内涵，你看我这皮肤。 你看我的长腿，你看，你看完它你就不用看我了。不是，你俩今天就这么闹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放弃，再见，放弃。哎，侯经理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张艺术家啊，哎呀，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？我还想问问你呢。 你说咱们物业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，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？那个张艺术家啊，就是因为您忙嘛，而且您也说过，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，您得在家里边练琴，对吧？当当当当啷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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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对呀、啊，张艺术家、嗯，您现在还单身吗？那当然了。不是，张艺术家，不能吧？我记得前半年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，那天天问你。往事不堪回首，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不对呀、啊，那也不对呀、啊。一个多月前有个短发美女，那天天就在你家呀，天天的。那也是过眼云烟。那也不对呀、啊，三天前不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，天天的。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。张艺术，你烟瘾挺大呀。你这天天。你天天你这云里雾里的，你不觉得呛得慌吗？好经理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哟，这两位女士是？哦，那个这二位呢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。
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高经理，哎，可否赐在下一支笔？这笔是什么意思啊？填个表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业务挺熟练的，看来没少填过表。赵经理，哎，请赐小女子一支笔，外带一个表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俩啥情况啊？练字。不是，你俩不是说好的不参加活动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哪只耳朵听见的？哎，你看黄小华，你跟我说的，你说这小区里边你们看不上别人，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。我爱看谁看谁，关你啥事儿？我跟你说，看上看不上的，你不得先看看呢？对呀，电话是不是你打的？啊、传单是不是你塞的、啊？我俩是不是主打产品？是啊。那产品都来了，为什么不让上架？行了行了，来拿着笔，二位上架吧。赵经理，我的表填完了。张艺术家。张艺术家，啊，我仿佛在您的眼中看到了一缕云烟。哦，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？一缕小巧玲珑，一缕风情万种，这两缕我都稀罕。张艺术家，您就是再稀罕，您只能在其中选一缕云烟。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呀、啊？怎么的，您还准备批发了、啊？那我就不能多选吗？那个，张局长，您坐这儿，我正好有个事儿啊，我跟您说说啊。反正这儿也没别人啊，就是您在外边有多少云烟，咱也管不着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次活动啊是咱们物业举办的，所以咱们得负责任。哦，好。而且呢，这个据我了解啊。啊，这两朵云烟呢，您还得弄好了。您要弄不好的话，容易把您呛着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对我的肺活量还是蛮有自信的。那个张艺术家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吧，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，所以我特别不愿意他们再第二次受伤。那个张艺术家。就我的这个，这是我心里话啊，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。我明白了，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，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还不太了解，所以呢我没办法准确的判断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，我决定呢先相处一下。你这个是应该的，你准备怎么相处呢？我都想好了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再次受伤。好，所以呢我跟他们分开交往，彼此不会知道，避免尴尬。135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会，246的时候我跟大个儿的再聊聊天儿。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？那个张艺术、啊，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，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？啊，我也是人，我也累呀。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好好的考虑一下下个礼拜135、246怎么安排。不是张艺术，就你这么谈下去总得有个结果吧？哎呀，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。我告诉你张艺术，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那就是扯犊子。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他根本就不懂艺术。行了，那个张艺术啊，这么着吧，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您还是不要参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赵经理啊，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。行，我说的艺术点，
出去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次不带你玩，明白不？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？凭什么？就是不让你参加，明白不？那我这表我都填完了，表填完了没用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是主办方，我们有这个权利不让你参加。出去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主办方你就嚣张啊！主办方。主办方，你什么素质？你的主办方，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？哎呀呀呀！两位女士，别激动啊，原谅他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。不是什么叫？哎呀呀呀呀！谁让我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者呢？赵经理，过来，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。你再看看你的境界，就你现在这个境界跟艺术家一比，你简直就是癞蛤蟆上马路，还愣装进口小吉普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在脚面上好好趴着呗，你上人脚面干啥呀？你压人脚了，你知道吗？膈应人。就是你俩知道啥呀？你听他往后说，他后边还说了呢。我说就说嘛，很正常啊。我的意思是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，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。说得特别好，没毛病啊。处什么处啊？你往下，你处怎么处？那接下来就很正常，应该约个会呀。特别对，约什么约呀？怎么约？怎么约？往下说。赵刚子，你问那么细干啥呀？你要跟他去啊？你给买电话，给你发啥呀？赵刚子，你是想去吗？你想去是不是？你不用问那么多。不是你俩吵吵啥？别吵吵。行了，我也不顾及你了，我就直处了。他说约会是这么个约法，是吧？135跟你这小个约，听见没？26跟你这大个约。那星期天呢？星期天他休息，他累，他得休息，他得考虑一下。他小刚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嘚嘚咕咕说啥呢？说话能不能有点分寸呢？你这么说话，在两位女士面前，我很没自尊，我很尴尬呀。你还有更尴尬的，听见没？他说了，跟你们谈，他没结果，听明白没有？咱俩听好了，没结果，明白吧？就是浮云飘就没事。这姓赵的啊，你怼我是不是？怎么的？你信不信我给你怼回去？怎么怼？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？你怎么跟赵经理说话呢？像话了，还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还尴尬，你还知道尴尬呀？啊，还艺术家，别给这仨字丢脸了。你敢霍霍我刚子哥？平常我俩霍霍他就算了，你算老几呀？你想约会我俩霍霍他，我咬你！出去。舒服。街坊邻居看见了吧？舌战就得有帮手。单挑就是不如群殴。张，那艺术那个张师傅，对这两朵云烟现在作何感想？有点呛。刚子哥，干啥？幸好有你。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。谢谢你。你俩呀，不是我说你俩，对吧？岁数是不小了，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回相亲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听见没？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，得看内在，看心，听见没？我跟你说，其实你俩呀是挺好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，追求爱情，对吧？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，这是没有错的。这个男的一定要单单的爱你，在他心里只爱你们，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，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。所以未来这个先生一定是老实的、真诚的，不说瞎话的，心中只有你们。那个，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过了53克那组了。刚子哥，哎，你有弟弟吗？你有哥哥吗？远房亲戚也行，只要姓赵就行。那个，哎，走，去哪儿啊？回趟你们老家。干啥呀？划了人去。
哎，我说，我说，我说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小黄啊，我大北呀、啊，街坊邻居们，记住了啊，住宅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见俩奇葩，我走了。